临乾坤之气，宾强刃之力，斗勇猛。宇文师兄，宇文师兄，师兄在房内忙什么呢？我还以为师兄不……啊，我方才正在思考玉器的创绝。啊，思考创绝？师弟们，哎，师兄本就天，不过是……哎哎，师兄说的是你那位传音？师弟，是你。啊，是是，啊，对了，可知师父？掌门师伯。好，不说了，师父去传唤。师父，师父换弟子。啊，金哲，你略有耳闻，据说这不错。是，师父并不信我，但是宇文师兄，宇文师兄，二位师师兄，傅师傅，哪里的贵客？别这么说，忘就是南边。切，我懒得。莫要这么说啊！师命在。宇文师兄慢走。哎，这接美女的好事，小声些。
怪了，平也不知那姑娘先去东边。到处都是，别从这儿。谁？那边过去看。姑娘。哎呀！敢问姑娘为何在此停？小哥哥，你这一见面就问这？在下宇文静，正是。哎。啊，这对了，不知。啊，辛苦你来。啊，忙死姑。走吧，走吧。江师弟，有人发生了什么？玉寒宫那边发了，这是妄。既然门中太严，来者是客。宇文师兄，那好。
林师弟。喂，香肠有道，生息不绝，去。林师兄，是一群山道，一群孽畜。宇文师，好，没问题，辛苦你了。想不到，怎么？啊，不，切，这是，哎，是寒士。护士们，啊，我啊，哎，我闲来无事，盲子姑，师兄他说来也怪，此事情还是我要啊，我们走了，父。拜见师父。无妨。望月族啊，真人过甲车月需要智者。在下王子，你那我就等你来找我了。太炎真人倒真是我。开阳剑，此去会有艰险，还是带着为好。丸药也要带上一些。还有，对了，此次下山，
练得如何了？来。这招出得尚可，但你力道太弱，握紧剑。哥，用剑一道没有捷径。王子姑娘，宇文木头，这我啊，这么平时好了。为了师父。是，谢师傅。王子师妹，怎么不走？你怎么？我听，原来你……嘿，宇文，跟我客气什么？好了，你们快走吧，我这儿……宇文师兄，江师弟，听说你要同王子姑娘出去办事，多谢师。
掌柜的，我们要住店。哎呦，木自然是这位兄。没事没事，我只是在想这位姑娘。先，哎，二位客官，伙计已经收拾去了，稍坐片刻啊。喂，掌柜的，大人。哎呦，来，什么？这要是。等等，他们找的国人，他们是先来的，已经订了三楼的房间。少废话，我们喂喂，我说句公道话啊，喂，我跟你说，竟敢对大人无礼，到底是，哎哎哎，姑，阿叔。你先上楼。好。
多谢公。算你识相。这帮人呢？多谢姑娘。芒子师妹，你在吗？不。芒子师妹，说，芒子师妹，芒子。想不到一我说非也白道长，加上，行了。
you